总统刚一回头，就看到手下在聊自己媳妇。下一秒 ，Why'd you do that? What did you say? Now you're gonna have to buy it. It's a used gun. A used gun. A used gun. That's a good one. 就这样，在尤里机智的应对下，他成功的逃过一劫，而总统也答应和他达成合作。紧接着，总统就带着尤里参观阅兵，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里的士兵竟然都是一群乳臭未干的孩子。尤里当场愣住，但总统却淡定的说道 ：“A bullet from a 14-year-old is just as effective as one from a 40-year-old. Often more effective.” 在总统的洗脑下，以及钻石金钱的诱惑下，尤里也不想瞎想，他很快就把大量武器全部运往非洲，生意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大，似乎世界第一的军火商已经非他莫属。但就在这天，他带着一大批武器刚飞到非洲领空，突然一艘国际刑警战斗机就将他们直接拦截。面对子弹的威胁，尤里已经完全吓坏，可飞机上的武器如果一旦被警察查获，那么他肯定也要被抓入狱。危急时刻，尤里迅速就想到逃脱的办法，他随即让飞机迫降在高速公路，紧接着尤里又立即打开飞机舱门，然后便拿出一把 AK 直接送给了当地村民，并让周围的所有人全部来拿。就这样，伴随村民的哄抢，时间仅过了不到十分钟，整个飞机上的武器就被全部清空。等警察赶过来后，证据也已经被全部销毁。他们愤怒地按住尤里，虽然知道一切，可没有证据，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。就这样，尤里再次逃过一劫。然而，危险并没有解除，他疲惫地回到酒店，可刚一进门，就发现总统已经等候多时。尤里刚想解释，但总统却掏出一把手枪。原来暴露尤里行踪的竟然是他的竞争对手。只见总统把手枪放在尤里手中，接着便逼迫他开枪解决。伴随一声枪响，尤里的内心彻底慌乱，这是他第一次杀人，他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什么结果。于是从这天开始，尤里便产生各种幻觉，他会经常看到死去的对手，有时也会看到一些可怜的孩童。面对这些问题，尤里根本无法回答，他匆忙地跑开，内心也开始出现动摇。于是回国之后，尤里便直接金盆洗手，开始做一些合法的生意，一切也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。但就在这天，意外却再次发生，没想到非洲塞比利亚的总统竟然直接找到尤里，并说现在需要提供大量武器。尤里果断拒绝，表示自己已经洗手，然而总统却一把将他拦住，并在他的手里塞下一枚硕大的钻石。就这样，面对金钱的诱惑，尤里最终还是决定再做一次。他随即找到弟弟，两人也很快到达非洲。殊不知，他这最后一次的生意却直接断送了弟弟的性命。男人刚一抬头，就突然听到美元到账的声音。没错，子弹一发发的射击，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享受。他叫尤里，是全球最大的军火供应商，所拥有的武器甚至比一个国家都多，而且他卖枪从来不讲原则，不管是恐怖分子还是极端主义，只要对方愿意出钱，他就会照卖不误。因为在他的字典里，如果全世界平均12个人有一把枪，那么他要做的就是把另外的11把卖出去。就这样，在他疯狂的买卖下，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战区都存在他的影子。然而就在他的巅峰时期，尤里却做了一个错误决定，他竟然把目光看向了动荡不安的非洲。就在这天，尤里带着一大批武器刚准备和黑人完成交易，但突然尤里的弟弟却发现一对可怜的母子竟然被这群叛军活活砍死。弟弟被吓坏了，他简直没有想到这群黑人竟然会如此残忍。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，弟弟急忙叫来尤里，并说不能去做这笔生意，不然下面的这群难民肯定会全部惨死。尤里不停地指责，认为他们只是一个卖枪的，别人用来干嘛，和他都没有任何关系。听到这里，弟弟完全绝望了，他低着头无奈地答应不再胡闹。但紧接着他就趁人不注意，从箱子内拿出一颗手雷，紧接着就一把丢向了货车。伴随爆炸，一车武器全部被捕，但一旁的叛军也立刻掏出 AK 火力全开。随着子弹的射击，弟弟当场被打成筛子，尤里立刻冲了过来。然而看着虎视眈眈的叛军，他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强忍痛苦继续和叛军完成交易。经过这件事后，尤里彻底悲痛欲绝，他把弟弟的尸体装进棺材，心想回国之后再也不去从事军火生意。但老天却又和他开了一个玩笑，没想到由于医生的粗心，弟弟肋骨的夹缝中竟然还留有一枚子弹。得到消息后，
警察第一时间赶来，而尤里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走私了那么多的武器，最终却因为一枚子弹而被逮捕。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尤里的真实原型叫做维克托布特，从25岁开始贩卖军火，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战争也全部有他的身影，因此他也被世人尊称为战争之王。